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山东省聊城市的冯涛，现在是早上7点钟，我已经准备就绪，我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。现在啊，我要去隔壁看看我们聊城团的蒋红光代表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我们团的蒋红光代表。一会儿我们马上要去这个参加，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开幕式了。现在心情怎么样？第一次作为人大代表能够参加全国两会，希望在两会当中呢多多学习，然后提出更有质量的建议。蒋红光代表是我们聊城团一名残疾人运动员代表，他曾经在东京残奥会上获得了2枚金牌的荣誉。我们作为一个代表，亲身经历了祖国的这5年的巨大变化，觉得幸福感和成就感很多了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秦田静，今天也是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的日子，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。走，咱们参会去。我们上车了，上车了，上车。那先上去吧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的代表已经陆续下车了，已经到了人民大会堂外边的天安门广场上了。现场非常热闹，从全国各地的代表正在有序地进入会场，希望能在今天的会议上有所收获。这次听了政府工作报告，我感到非常振奋人心，回去以后能够多听我们的民生民意，把我们群众的心声带到我们大会上来。我非常感谢国家对于我们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运动员所做出的成绩与肯定，我以后也将履行我们代表的权益，全心全意为人民发声。